接一个引车，让车给你倒茶，拿水给他倒茶，然后那个玄宇就说，你们也真是的，把我一个人放那个也不早点，这溜达溜达，好，是吧？对，可以，着急。你们也真是的，发这么大事也不知道叫我啊，把我一个人扔客栈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我知道你跟什么王总，你忘了那些事儿啊？那你这场心机，不是？你看，你进来之后，你看我的脸，哇，这新娘子好漂亮啊！然后呢，宋思在说，姐，加一句这个啊 ，OK。家里说这新娘子太漂亮了。嗯，哎呀，不想给他。来，小青，你前面不是站起来了吗？哎，好，来，吃了。哎，你们家是不是真的很有钱啊？哦，我已经幸福数了。我知道你跟李子芳的事儿。我是说，你有没有什么兄弟？没有。姐妹呢？有一个傻的，要我叫给宋慈吗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你敢不要破我父皇？你下面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兵从两边就冲出去跟他兵打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女孩，里面的女孩，把她一拉，往上快进来，一拉，把她一关，这好尴尬，我就看着她进去。你得往前冲啊！咱俩就撕扯一下，然后别进去，别进去，没有我的命令。让你们上的时候再。将军都没发令呢，他们先别上。我说完以后上，嗯。对，一开始你们先不上，先不动。那四个跟着我一个，也跟着。然后那个，对，可以啊。我在说上这边，所有人刀不要出鞘啊！是不是都在记一个？别让上的时候再拔刀。上来的时候先不出刀。胡老师，上再出刀吗？哥，我听懂了没有？袖带，明白了吗 ？OK， 明白了啊，袖带明白了啊。OK， 来，我得穿一个袖带。这个标准，造反。没有他们人都得上，没有什么自己人不自己人的。这得了，这我负责人。来来，你都没穿，上的时候再上。这袋子跟您一模一个。好，你们四个大将就跟着那个。副将带兵已经在这里守着了，不让皇帝出了。嗯，你就带着几个人从这边过来。好，你的伏兵都在两边埋伏。这是我的人，周敦颐的人，我的人。对对对。然后你带着几个亲卫兵在走过来。好，皇上一到门口，我到这儿一跪。皇上一直沉迷于诡计之中，我族不嫌天还有这么多。对，我族不嫌天还有。不得已，你想谋反？臣不敢，请皇上回宫。意思就是把他软禁。来，给我站住！你说完以后，你说你想谋反吗？我就在那时候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我起来。然后我起来。啊。然后他这刚一出，这两边，这边的人就来了。两边，来一炮将。我说殿下，你觉得你带的这点清兵能拦得住我的人吗？宋公子才智无双，真乃国家栋梁之才。不知今年多大了？可有婚约呢？小女今年刚满十七，虽说没有沉鱼落雁之貌，有意思。谦虚嘛，好歹打不过金蝉子，所以我这个建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。太火大了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们本来就情投意合。朕这么信任你，你却这么对我，为什么？我免去你所有的官职。现在给我认错，我饶过你家人，不然我诛你九族。没了。说对不起，说对不起。说。让我道歉。立马认怂，而且认贼快。
玩错错了，错了，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了。均在中原，臣不得已而为之。灭去你所有的本事！天是封逼了，我叫他来干嘛？你过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然后他啪一跪，啊啊啊一说，要谋反，干死他！玩错错了，不好意思了，干死他！